早晨，让我们来寻求你的面，专心等候你。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等候神。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得胜。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等候神。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帮助，我的荣耀。就做我的高台，我必不知动，救恩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得胜。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等候神。我的盼望是从神，全都在无声。他们在对神说：“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等候神。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盼，是我的得胜。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要专心等候神。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，他是我的帮助，我的
能力全都在乎神，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，我的荣耀能力全都在乎神。是的，主你是我的高台，主你是我的高台，我就不致动摇，因为主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我的泉源。主啊，让你的儿女们早晨来到你面前，寻求你的面，专心等候你。主啊，有你做我的高台，我还惧怕什么？谢谢耶稣，让我们在早晨敬拜你的时候，再次有你的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带着你的信心，带着你的能力，一天迎接你的来临。谢谢耶稣基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是我的帮助，你是我的荣耀，你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致动摇。阿们。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避难所，我要时时依靠你，我要安静的等候你，因为我的荣耀，我的能力，全都在乎你。请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，诗篇二十七篇七到十四节。耶和华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怜悯我，应允我。你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逐仆人。你向来是帮助我的，救我的神啊，不要丢弃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遂其所愿。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，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早就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诗篇二十七篇是一篇祷告的诗篇，它也是一篇建立信心的诗篇。今天所读的经文在第七节说，耶和华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连续我，应允我。我们看见诗人他用恳切的声音来向神迫切的求告，他求神连续他，应允他。诗人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，他不是简单的祷告一下子他就结束了，他乃是持续的用一个迫切的声音继续不断的向神来呼求。他求神连续他，他求神垂听他的呼求，他求神应允他。在第八节说，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灵对话。当他来到神的面前求告神的时候，神对他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当诗人听到神对他这样说以后，他立刻就向神回应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这是诗人向神一种持续不断的仰望，是他对神的邀请做出正确的回应。他定义要专心的来寻求神，他要不断的寻求神的面。在九到十节，诗人说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赶逐仆人。你向来是帮助我的，救我的神啊，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在诗人向神仰望祈求的过程当中，许多时候他发现这些难处不是马上就不见了，
这样的情况，让他感觉到好像神向他掩面，神远离他，神把他丢弃了。因此他就向神呼吁，他求神不要掩面，他求神收留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过这样的感受吗？你有过这样子的疑惑吗？当你祷告了一阵子，当你祷告了一段时间，你在那边等候，然后你发现好像没有改变，怎么办？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难道我们的信心会失去吗？难道我们会怀疑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吗？在以赛亚书49:15，先知以赛亚宣告神的话说，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几乎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这是神亲自告诉我们的，他是那位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神，他是那一位一定会连续我们的神。就像一位母亲，他可能累了，他可能忘了，他可能糊涂了，忘记孩子该吃奶，但是神说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。在11-12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仇敌，遂其所愿，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诗人在这里恳切地祈求神指示他，使他有平坦的路可以走，他求神帮助他，使得那些攻击他的仇敌无计可施。在13说，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上胆了。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是，我坚定地相信，在活人之地，我一定可以看到神的恩惠，我一定可以看到神的美善。这样的信心是诗人向神仰望之后所产生的，因为他知道，当他这样寻求神的时候，神必定会垂听他的祷告，神会连续他，应允他。因此在14，诗人说，要等候耶和华，要刚强壮胆你们的心。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，这是诗人在极为艰困的环境中，也是他寻求神的过程当中，他向神的，向自己的鼓励。他要坚定他的信心，他要壮胆来等候耶和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疲乏吗？你会疑惑吗？盼望今天这一句话也成为你，成为我最好的鼓励。要坚定信心，壮胆等候耶和华。无论我们所遭遇到的难处有多大，我们不要停止来寻求他的面。即便很多时候我们的朋友会拒绝我们，会离弃我们，我们的亲人不再理会我们，但是我们的神他会收留我们，我们的神他要指教我们，引导我们走平坦的道路。我们的神他必定会垂听我们，连续我们，应允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我们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每一次当我们带着重担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向神呼求之后，我们真是盼望神马上就帮助我们，他的帮助快快地来到我们的当中。但是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等候里面，我们长时间的等候神的帮助，我们等到了疲倦，等到了灰心，
我们甚至失望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来坚定自己的信心呢？我们还会继续不断地仰望他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你是第一次，或者是你已经是好几次来向神呼求，今天神的话对你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就立刻来向他回应说，主啊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让我们不放弃的呼求，呼求他的帮助，呼求他的怜悯，我们等候他的拯救。我们的神他是向来是那位帮助我们的神。让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心，在一天的开始，我们就对他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，我不放弃的寻求，我要继续不断的呼求你的名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跟怜悯，帮助我们不上当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跟怜悯，愿意向神喊话，我们相信你。主啊，愿意你的怜悯，主啊，你看见我们时常软弱，你看见我们很多时候因着我的祷告没有信心，因着我们忘记了把自己再次带到你面前来呼求你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常常落入网络里面，常常落入试探里面。可是神，我的心要向你说，我正要寻求你。主，你每次都再次的复兴我们。主啊，刚强我们的心，主啊，忧伤痛苦的灵你必不轻看，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。谢谢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主怜悯孩子们，常常因为我们的信心软弱，我们起起伏伏。主，在这个起伏的过程，你却没有放弃我们。主，让我们早晨再次来到你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正要寻求你，哪怕是我软弱，我都说我正要寻求你，因为我知道，当我能紧紧抓住神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必不向我掩面不看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怜悯，谢谢你的怜悯向审判夸胜，谢谢你的怜悯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孩子们在软弱当中可以紧紧抓住的浮木。主啊，使我们可以再次刚强壮胆兴起。谢谢耶稣基督。主啊，你说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。主啊，主，恳求你在今天早晨，主啊，再一次你的话语临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主，坚固我们的信心。Amen。 主，因为我知道你知道，你了解，你看见了我们的苦情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再定睛在我们自己的困境。主啊，乃是要更多的转眼仰望主你的能力，你的话语，你的应许是真实的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不照自己的意思来祷告。主啊，乃是更多的放手，让主你的心意彰显在我们的困境，彰显在我们的环境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转化有一个新的眼光，开口先来赞美你。主啊，主啊，先来向你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要专心的寻求你。主，我必寻见你。主啊，因为你必以你不可思议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方式来满足你自己的心，是爱我们的心，是行奇妙的拯救的心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必救拔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孩子这样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面是一件何等宝贵的事，阿们。但是我自己在基督面前侍奉多年，我发现比较多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是被难处给逼到神的面前，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所以我们来找神，真是好可惜，我们竟然是被逼来的。神对我们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。让我们再一次从心里头对他说，主啊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阿们。
是的，让我们不是有事情才来找神，让我们常常来寻求他的面，让我们每一天都来亲近他。让我们对自己说，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让我们对神说，求你指教我当走的道路，求你引导我走你所喜悦的道路。我们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，求神赐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。阿们。求神帮助我们走在他所喜悦那条平坦的道路上。阿们。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谢谢你透过环境使孩子们回转归向你。主，我们仍然仰望的是上帝你的恩典跟怜悯。主，让我可以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面，得见你的恩惠。主啊，谢谢耶稣。主啊，帮助孩子们。主，让我走在上帝你的道路里面，而不是走在自己的道路里。主，因为你的道路是恩典，有自由遍满全地，你的道路是平坦。谢谢耶稣基督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着你的怜悯，每一次我们在困境当中呼求，你都应允我们。Amen. 主啊，我们呼求你必回应。Amen. 主，但是我恳求你帮助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不是只是在困境当中我们才想起你。主啊，每一天每一天都让我们想起你。Amen. 主啊，每一天你的圣灵吸引我们。主啊，在我们里头赐下那个渴慕你的心。Amen. 主啊，我们不要等到好一段时间了，然后遇到困难了才想到来亲近你。Amen. 主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享受那个与你亲密的恩典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，每一天每一天更渴慕你，越亲近你就越渴慕你。主，求你赐下这样的恩典，今天早晨就让我们来亲近你。主，是的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主啊，是的，我早晨要来到你面前向你歌颂欢唱。主啊，谢谢你，真的是当我在深渊低谷的时候，我歌颂你，你就应允我，救拔我。主啊，但是求你帮助我，让我能够天天在你面前寻求你，单单寻求你，聆听你的引导，聆听你的声音。这一天的道路当中，或往左或往右，我都寻求你。主啊，求你来引领我，带领我，好叫我不要走自己的路，乃是讨你的喜悦，走你要我走的路。求你帮助我，当我的心说主啊你带领我的时候，你就牵着我的手，在一天的当中每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。主，谢谢你，祷告奉耶稣的名。阿们。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，神赐给我们有许多宝贵的弟兄姐妹，他把这些弟兄姐妹赐给我们，是要我们彼此来扶持。今天让我们特别留意，在我们周遭有一些长期在难处当中的弟兄姐妹，今天让我们关切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主动的来关心他们，鼓励他们。让我们一起鼓励说，我们当寻求主的面。如果这个时候你想到谁，就为他提名来祷告，让我们有信心的来祷告，让我们对主说，主啊，我要等候你，求你帮助我们壮胆，坚固我们的心。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孩子要特别为主参加为主啊，我想你来祷告。主，孩子相信主，他们的心要再次被你，主啊，你的圣灵来感动，主啊，触摸。主啊，让我们一起来追求你的道，主，让他们恢复住在你里面，活在他们里面火热的心。谢谢耶稣基督。主啊，孩子相信主，你是我们团契，你是我们合而为一，彼此同心的祷告，看见神你的恩典作为在我们生命。主啊，你说这世界有苦难，在你的里面有平安。阿们。主啊，我们不知明天将会如何，但是我们知道是你掌管了明天。阿们。主啊，我们为着那还在苦难当中受困难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或许他们认识你，或许他们不认识你，但是主啊，我们会借着这个机会为他们祷告代求的时候，因为圣经说，主啊，我们互相为肢体，要彼此代求。阿们。主啊，求你亲自与他们同在，求圣灵光照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说，还有一位神等候着他们，随时会帮助他们。谢谢主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求你垂听，谢谢你。主，我们何等需要你，主，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Amen. 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赎我们，谢谢你救拔我们，你以大能的膀臂来保护我们，来支持我们。
主，你将我们的名字刻在你的手掌上，主，我们的强援场在你面前。主，你知道我们个人的困苦，但是主，你赐下弟兄姐妹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经历神你给我们社群的美好。主，帮助我们真实能够可以成为一个懂得被爱、懂得去爱的人。主，帮助我们可以选择接受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十件合一的工作。主，谢谢你，愿你祝福我们，愿你保守我们，愿你赐恩给我们，愿你以你的公义搭救我们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，求你时刻与我们同在，然后我们呼求你的时候，你就在我们的身边，伸出你全能的圣手来保护我们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们，让我们有平坦的路可以走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可以壮胆，坚固我们的信心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